诸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早上啊讲到了朋友之间的道义啊信义，那也提到朋友之间应该互相规劝，互相关怀，互相称赞赞叹。好，其实啊当你在赞叹别人的时候，自己也已经熏到那一份香了。那再来是不言家丑，不言家丑。最后一个通财之意，财呢分两种，有外财跟内财。内财呢就是用我们的劳力，用我们的经验智慧啊去帮助他。那俗话又说啊，救急不救贫。诸位朋友，什么是贫呢？没有钱叫贫吗？他没有钱可以再有钱啊，只要他有志气，只要他肯学习。所以怕就怕在啊，他连志气连学习的心都不愿意，那才是真正的贫穷。所以当对方啊他是这样的态度，你可能拿钱帮助他，他越来啊越依赖，甚至于越来越觉得理所当然。那这可能以为我们本来是想帮助他，到最后呢反而害了他。所以帮助人啊也要用我们的智慧，不然会以善心啊行了恶事。比方说对方啊他没有家庭责任感，他常常呢出去喝酒，来跟你借钱，你要不要借给他？不行。但是啊你也不要把他赶出去，因为这样会结怨，你就把他找进来坐一下。你只要很有原则啊，那他就动不得你的钱嘛，是吧？但是坐一下呢，每一次啊给他一句两句啊做人的道理，甚至于给他一些啊你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实际经验，或者是自我砥砺的经验啊告诉他，让他可以在智慧或者在做事的能力上啊能够有所积累。好，当然呢一定要准备一本书弟子规拿给他。好，那大人都要面子嘛，好，你不要说你给我好好写好这一本，你这一本都没学好，不要这样讲。我们讲话要善巧方便。你说哎呦你有儿子啊，你儿子蛮可爱的，反正你就挑好的讲嘛。哦，你孩子很可爱，你这一本给你孩子学，以后一定会很有出息。但是啊我们中国圣贤人讲教育呢是上所思下所效，所以我们为人父母啊要做好榜样给孩子看。你又没有说他没有做好榜样，对不对？好，就这样子劝告他，相信啊一点一滴啊也会让他的观念慢慢啊转变。这个也是要来自于我们的存心啊，真正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真诚，这样的平等心啊我们才提得起来。好，所以这个我们有通财之意，这个财啊不止钱财，还指着我们的这一些经验，这一些智慧。所以等他已经学习到这些经验方法智慧了，相信啊他也可以把自己的家庭经营得很好。所以你这个帮忙啊不止帮一时，还是帮啊一世。好，这个是我们提到朋友之间呢、不用言语的道义信义。除了这个五伦关系啊应该有这一些义务之外，我们呢也要回想今天呢、有这么好的圣贤教诲啊，
是如何产生的？如何产生的？是几千年来这些圣哲人啊，流血流汗，很多刻苦铭心的经历啊，才留下了这些精粹的智慧，绝对不是啊偶然的。刚好我在好多年前呢、啊，听到我的老师释净空教授啊，在谈一段道理，他就说。他说四大古文明，全球啊四大古文明现在只剩下一个，哪一国啊？中国。好，标准答案。那是不是这个四大古文明的老祖宗在这个神明面前，然后神明说来抽签，谁抽到了不用灭亡，谁就不用灭亡。那刚好中国的老祖宗抽到啊，太好了，不用灭了，是不是这样？有果啊必有因啊，所以为什么其他国民灭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灭，绝非偶然呢？所以我的师长这一段叙述啊，让我的整个注意力怎么样都集中起来，因为啊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接着呢师长又说了，因为老祖宗啊他知道太多的人生啊，比方说人生七十啊古来稀，很多人到四十岁五十岁啊突然回头看看几十年来走过的路，他会忽然有一种感慨，他说假如让我人生啊重来一次，我一定有很多啊过失啊不会犯。那人生假如处处有这样的遗憾啊，那就不圆满。所以因为中国的祖宗他了解到假如智慧不传承啊，那每一个人的人生可能都要从头开始摸索。所以基于啊对于他后代子孙甚至于全人类的厚爱，他希望呢能把智慧几千年啊传承下来而不断，所以就发明了一个承传智慧的工具，叫做文言文。一个人能够做出非常伟大的事啊，绝对都是从他那一念心啊开始的，所以有这一份慈爱就会有好的方法。所以老祖宗观察到语言跟文字啊假如不分开啊就传不下来。比方说我们想一下，罗马有没有留下一些文字？有啊，罗马还留下很多文章，现在谁看？历史学家还不一定看得懂，考古学家。好，这些两河流域有没有文字留下来？有啊，现在没几个人看得懂啊，连字都看不懂了，里面的义理呢那更是不可能看懂。所以啊我曾经呢、啊、也跟一位朋友交谈，他说他离开故乡啊二十来年，再回去的时候跟这一些亲友聊天啊已经有很多词语啊他听不懂或者我听不懂啊。所以语言啊二十年就有一个什么小变化，200年呢大的变化。假如写文章跟你讲话完全一样，那2000年前人写的文章你有可能看得懂吗？绝对啊看不懂。所以了解到这一点，所有写文章啊不用当时候的语言，用什么？文言文。所以几千年来所有智慧的文章都是用文言文写出来。所以当我们懂得文言文啊，我们只可以直接当2000多年前
孔老夫子的弟子，也可以当孟夫子的弟子。所以这一个文言文就可以超越时空，去学习啊圣贤的智慧。所以文言文是我们老祖宗啊给后代子孙啊最大的恩泽，最大的恩泽。当我话听到这里啊，内心很惭愧，因为呢我的语文啊一直都不好，在高中的时候常常上文言文都上到打瞌睡，突然听完这一句话，觉得老祖宗啊用他的生命啊来成就我们，而我们却把他丢到哪里啊，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所以啊当场啊眼泪啊就掉下来了，这个是啊惭愧的眼泪。平常朋友啊帮我们端杯茶，我们都感谢得不得了，而老祖宗是几千年来啊用生命啊在成就后代子孙，而我们却视而不见。所以呢当场啊就起了念头，一定啊要好好学习古文，好好学习啊圣贤经典。后来啊就开始打开《弟子规》，打开《论语》这些经书啊，突然感受到好像没有以前这么难，好像突然呢跟他距离怎么样很拉近，看一句啊就欢喜一句，哦，怎么都可以想这么远，高瞻远瞩。为什么以前觉得很难？为什么流完眼泪以后就不难？所以我从这一件事啊也体会到一句教诲，叫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诸位朋友，障碍在哪？心啊，自己觉得很难它就很难，当你把这个障碍放下它就不难了。所以确确实实当我们那一念心啊忏悔了，那一念心啊真正把使命啊提起来了，跟这些经典啊就很相应了。所以诸位朋友，我能把文言文学得好，你们一定会学得更好。好，那学文言文啊方法也很单纯。李炳南老师曾经说过呢，你只要能背50篇古文，你就能看啊文言文。你假如能背100篇古文，你就能写文言文。50篇难不难？不难啊，《弟子规》就几篇啊，没那么多。《弟子规》我们给它算6篇：入孝、出悌、谨信、爱众，啊，亲仁比较短，跟余力学文啊当6篇。您读一下《孝经》18章，其实读50篇古文不难，100篇呢，也不难。最重要在有恒心，宽为限，谨用功，功夫到字色通。所以我们可以一个礼拜呢背300个字就好，300个字不多了啊。弟子规是1080个字，所以我们就背300个字，一个礼拜背300个字，一年呢可以背多少个字啊？哦，那10000多个字了，那实力就非常雄厚了。所以确确实实啊，这个成就啊都在持之以恒。你只要能坚持个1-2个月啊，保证你啊一定会越学越欢喜。因为文言文啊它的义理啊
非常深广，你每一次念啊，悟处啊都不一样。随着我们的实践，随着我们智慧的开显呢，可以越深越广的去领受。好，所以今天我们当了炎黄子孙，我们就有信义，就有道义啊，应该把这些智慧怎么样承传下去。要传首先要什么承，所谓继往开来，没有承啊就无法传，没有承啊就会传错了。所以我们既有这个使命，就好好啊从自己做起。很多朋友就说了，蔡老师要像你这样才能做，其实啊这个都分别了。我们大学给我们的教诲，一个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啊，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的先治其知，而治之在格物。所以已经把整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都讲出来了。有没有规定哪一个行业才可以做？没有啊，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年龄层都可以做到。所以首先要从格物致知下手。这个格物啊，格除物欲，格除坏习惯，那当场都可以做。当我们呢欲望能够放淡，心智清朗啊，自然就能诚意正心，开始从自己的言语行为去修正。当我们修正了，家庭就会变化，工作的场合也会变化。这样啊，你就是孔老夫子的好学生，我们中国圣贤教育的好招牌。所以每一个人呢、啊，都可以在这个大时代当中去尽一份呢、啊、炎黄子孙的职责。好，所以我们从五伦关系找到了人生的角色，人生的定位。当我们站稳脚跟啊，自然就能够啊步履踏实，一步一步啊，让人生走得充实，走得有价值。好，那我们看经文，一起把它读一下。凡出言，性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勿佞巧。兼巧语，会污词，是谨气，切戒之。凡出言，信为先。所以我们要言而有信，对于自己讲出来的话绝对要放在心上去实践，去履行。在春秋时代，有一个人叫季札，吴国的季札。有一次啊，这个君王呢派他出使到鲁国去。季札呢在这个旅途当中啊，经过徐国。我们说春秋时代啊是非常多的国家，所谓八百诸侯，所以呢这个路途过程呢也经过一些国家，来到了徐国。那徐国国君呢就请他吃饭，宴请他。刚好坐下来啊，吃饭的时候，这个徐国国君啊都没看他的脸，都一直盯着他身上啊背着那一把宝剑。
因为那一把宝剑呢、非常庄严，所以徐国国君呢、这个掩饰不住啊，他对那一把宝剑的什么喜爱之情。这个季札心里就想，他是很欢喜我这一把宝剑的、但是啊，以前啊，宝剑是代表什么身份，所以出使其他国家，这个佩剑是必要的礼仪，所以现在不能送给他，要等啊办完事以后才可以送给他啊。所以呢，这个季札心里面就起了这一个念头。后来啊，顺利出使鲁国啊，回来又经过徐国，他就去拜访徐国国君，要把宝剑呢、送给他。结果不巧啊，徐国国君呢、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啊去世了。所以季札知道以后呢，就前往他的坟前呢、给他祭拜。祭拜完呢、随手就把宝剑吊在坟旁的树上，就要走了。他的随从啊就叫住了，他说：主人啊，你这样做啊会不会太过了？因为啊，你从来就没有亲口啊答应要把这把剑送给徐国国君，而且啊，纵使你答应他了，他也已经怎么样死了。季札就对他的下人说，他说啊，我的心啊早就已经答应怎么样要给他了，怎么可以因为他死了而违背我的心呢？所以就讲出了一句啊很感人的话：死无以心啊许之，其已死啊备无心哉。怎么可以用死来违背我的心，违背我的承诺？所以古代人的信不止在言语上啊，连一个念头啊他都不愿违背，不愿违背别人，也不愿违背啊自己的良心。所以我们看到古代人啊，我们要好好啊向他们学习。刚好我在前年啊在杨老师家住了半年，有一天晚上啊有一天早上老师就说了，他说昨天啊他做梦，梦到啊到了一个很深的地窖，地窖都是怎么样一片漆黑啊，结果走进啊有很多的书柜，把这个书柜打开啊，每一本书上面啊都有厚厚一层灰尘，把灰尘拍一拍一看，四书啊五经啊。所以杨老师啊他做了这个梦啊，他就起了一个念头，好，一定要尽自己这一生啊弘传文化。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念心，他不愿意啊自己违背了这个心，所以后来啊有机会到海口去发展呢，他就啊带着我一起去了。那又因为上了山东曲阜，更体会到文化的退丧太严重，所以又在北京啊创办了大方广文化公益网。所以老师他所守的信用啊不是黑子白事，也不是对任何一个人的言语啊，而是自己的什么心，自己的承诺。好，这些书啊有很多尘埃啊，要靠我们每一个子孙啊用真诚去把它怎么样拍干净，不只要拍干净啊还要怎么样
把它打开来，好好读，再来呢，好好做啊，不能只有读哦，要做啊。我们回想一下，当初文言文会被废掉，原因在没有人读文言文吗？是不是？不是哦，反而是读很多文言文的人起头把它什么废啦。所以书读多不见得有用啊。所以《弟子规》说：“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啊？”这些中文硕士、中文博士，是拿来长浮华，拿来得他的名文利呀。当他没有力行，他对那些道理啊，解的就是空的，是虚的。所以久而久之啊，言语跟行为渐行渐远。而当他去教中国文化的时候，受教的人心里是什么感受？说一套做一套，这就不是弘扬文化啦，而是什么？毁谤文化啦。所以确确实实整个文言文会有这样的浩劫，问题啊不在那一些废除文言文的人，那些废除的人啊只是导火线，真正的原因在哪？真正的原因我们要找出来啊，不要再把责任啊往外推了。真正的原因在读书人啊没有言行一致。假如读书人都把大学、把中庸、把弟子规演出来，所有接触他的人会不会把文化毁掉？不可能啊，甚至于会跟你一起怎么样起而效法。所以我们看看几千年来这一些奉行圣贤教诲的人，都是得到啊万民的拥戴啊。像我在海口出了一个名臣，明朝的海瑞，我们都听过海瑞罢官。我到一个地区去啊，很习惯呢去参访啊当地的一些名人啊，历史上啊留名青史的人，因为都有他用他的心啊写下的历史，都有他用心啊对这个国家社会的奉献，我们可以去啊见人善即时起，也可以了解到他在这一个地区啊所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一进到海瑞墓，看到了两行字啊非常震撼。海瑞啊说道：“粉身碎骨全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诸位朋友，您从他这两段话可以感受到他什么样的德行啊？非常的清廉，非常清廉。所以当我看到海瑞这样的气节，又看到啊他一生的介绍，一生的介绍看完了、啊、很感动。因为啊海瑞只要到一个地区去当官，所有当地的贪官污吏还有恶霸，他还没有到，这些人都怎么样？赶快溜之大吉啊。因为他知道海瑞是刚正不阿啊，
所以只要他到的地方啊，人民都是普天同庆。所以一个真正把圣贤教诲做出来的人，有没有可能被反对？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海瑞啊最后在南京任职，后来啊去世了。那去世以后啊，中国人非常强调落叶归根，要把海瑞啊从南京移回海南。当要灵柩啊在南京城移动的时候，所有的人民啊都自己穿着校服啊，如丧考妣啊，就好像失去了父母一样啊悲伤。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得道者啊多助啊，真正力行正道的人一定会赢得民心。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文言文会被废？不要怪别人了，怪所有我们读圣贤书的人没有好好啊把它演出来。所以只要我们现在学一句啊做一句，相信一定可以扭转世人啊对于文化的误解，而且会更进一步啊企鹅落实，企鹅学习效法。好，所以当我们心上已经起了一个要替家庭、要替社会、要替祖宗啊付出的心，我们就要时时信守我们的承诺。好，而这个言语啊也不能挑对象，守信用啊一定要同守怎么样无欺。好，不是做生意才同守无欺啊，应该是啊对待一切人，只要言出啊都要避嫌，不然你就要先考虑清楚再答应。所谓是非以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只要考虑清楚答应了就不可以后悔。在汉朝时候有一位太守叫郭吉，郭吉刚好他路过啊他管辖的区域，到了这个地区啊很多的小朋友，几十个小朋友围过来跟他问好。小孩子很天真，说太守啊，你下一次呢什么时候还到我们这里来？这个郭吉啊对孩子也很恭敬，孩子的话呢他也没有怠慢，他开始算，可能呢几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啊我又会到这里来巡视。所以就跟孩子讲了那个日期，结果孩子呢欢送完他就散了。结果后来啊等到下一次他到这个地区来巡视啊，刚好比他讲的那个日子啊早了一天。所以他的随从啊很自然的要进去了，他就说啊不行，我已经跟孩子有约在先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郊外的野亭啊野亭之下住一晚，然后呢等到约定的那个时间到了，郭吉啊才进去。结果果不其然呢这些孩子怎么样也在那里啊等他了。所以啊汉光武帝啊对郭吉非常的尊敬，还称赞他贤良太守，信之至啊，他的信用呢已经到了极致了，没有缺陷了。好，
这个郭吉最后啊活到86岁无疾而终。所以我们的信用啊也要不分年龄，甚至于不分长幼贵贱，对任何一个行业的人我们也都不轻慢，都信守啊我们的承诺。那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假如我们不守信了，还要找一些借口，这个诈是欺骗啊，妄是花言巧语，好来掩饰自己的失信，那可能就造成了唐掩饰啊真一孤，到最后人家又了解到你不愿意去承受你的失信啊，那你的名声啊可能就会越来越差。那当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啊旦夕祸福，很有可能你确实很想守信，刚好生命当中出现一些状况让你无法实现诺言，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办？世间的事啊一个字可以解决，诚啊，我们坦诚曝公。因为啊今天他真正了解你的情况，又了解你的诚意，他也会啊退一步。因为啊再怎么逼你也怎么样没有用，可是你假如继续掩盖啊，他就会越来越怎么愤怒啊，越来越不悦，到时候啊就很难收拾。所以与别人的信诺绝不可以拖延，越拖越难解决。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啊，是他的亲人染了很多债务，他也很有责任啊要去偿还，他自己也很紧张，怕对方呢态度很不好。后来呢他的朋友建议他，你就坦坦诚诚跟他们谈，我就是这样，你们现在呢在做其他比方说更恶劣的报复，那你们没得好处，我也没得好处，那我现在是诚诚恳恳要来还钱，我一个月还你们多少，都跟他们很坦诚的讲出来。哎，后来呢结果呢也很顺利。所以啊世间处事做人的方法，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应该就是用诚信呢、去对待。好，那下一句，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勿宁巧。所谓言多啊必失，话确实不可以啊滔滔不绝，因为你滔滔不绝，很多话还没有思考清楚啊就怎么样，可能就啊说出去了，结果一出去啊就怎么样收不回来了。所以夫子才说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言，所以言语啊也要谨慎。那在易经里面啊有提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重，吉祥的人啊言语怎么样少，急躁的人啊言语啊很多。因为你看一个人滔滔不绝，他的心安不安？不安，很急躁，很没安全感。当一个人处于这样的心境啊，就很容易说错话，很容易啊得罪人。那你心乱啊，俗话说祸不啊单行，
那个都是心啊没有主宰，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啊犯过失。所以心要能静得下来，当言语少的时候，心就比较平和，比较平和。那人心一平和，对于所处的环境所发生的事啊，就可以明白清楚，去观察，去关照，就不容易啊出差错。好，诸位朋友，不要听完这一段之后回去都不讲话啊，该讲的时候怎么样还是啊要讲。像我从小就很热心，然后后面再加两个字，过头。好，所以呢一看到别人，哎呀，这个不用功念书，我们就噼里啪啦在旁边跟他讲，好，他已经听了头都快怎么样，都快晕了，我们又没有敏感度，要适可怎么样。儿子在念高中的时候，这个很多同学啊都有交女朋友，那我都没有交女朋友。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同学啊都不喜欢讲话，然后脸啊看起来就很酷，很酷好像就容易交到女朋友。所以呢我就开始装酷，也不讲话，一天都不要讲。结果我想说要坚持一段时间，后来坚持一天以后呢，我说还是算了吧，人还是要当自己好，当别人真正需要啊，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啊去引导他，去规劝他。但是时机不成熟的时候，确实啊也不要讲太多，可能会让人生烦恼。所以这个进退之间，缘分的成熟与否啊，这个也不是用讲可以讲清楚，还要诸位朋友自己去怎么样累积经验。那可以用孟夫子啊一个方法叫观其模子。比方说你跟他谈，哇，这个弟子规很重要，然后举了几句经文，至观府有定位，这对你与孩子做事的能力啊有直接相关。你这么一讲啊，他的眼睛就放光发亮了。那你要不要说，好，今天就讲五分钟就好，我回去了，这样好不好？这样就没有随缘了，没有随缘。当缘分成熟，我们可以顺势而为。那另外一个人你跟他讲了，讲了五分钟啊，他眼光呆滞，你要不要再讲两个小时？要不要？那就太攀缘了。所以时时刻刻观察缘分的状态，缘分是动态的啦，不是静态的。假如我们学经文都学成静态的，那就学呆了。话说多不如少，所以多话不如少话，但是一讲话就一定要是好话，都是可以啊利益别人。所谓讲利益语，讲柔软语，让人家听了怎么样很舒服。好，要讲诚实语，要讲智慧语，成就别人。有一次啊，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接到的时候啊哭哭啼啼，那就听到呢他说他先生啊有诸多的不适，一一啊把十大罪状都怎么样都列出来。等他呢讲完，情绪啊稍微比较缓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都已经有小孩了，家庭啊要好好把它经营好。在家庭生活当中啊，你要抓住一个态度，所有的人怎么做啊那是他的事，你要先拉回来啊，他对不对啊
那是他的事，我对不对啊，那最重要。所以先不要去看先生的不是，要先看自己，我当太太有没有当好，我当妈妈有没有当好，我当媳妇啊有没有尽力。假如我们都没做好，那还去说别人，那跟别人是一般见识，那我们哪有资格还在这里生气骂他，那我们不是跟他一样，那骂他不就是骂自己，对不对？那你骂他就是因为他没尽责任啊，可是我们也没尽啊。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回到先从自己检讨起啊，心就怎么样，平息许多啦。那由于那一份平息，由于那一份尽责啊，慢慢的就会让先生啊升起什么惭愧之心啊。所以人现在往往很多家庭情况啊都越来越复杂越严重，往往都是遇到情况啊意气用事，他这样我也敢，都用那种报复啊，结果家庭毁了，孩子呢也遭殃了。所以我们要理智啊应事。那我讲完以后，我这个朋友啊他就说，他说蔡老师，我打电话给你以前呢、啊、已经啊打给我好几个朋友，我这个同事啊他是打给，也都是打给女的朋友了，他说他们的答案哈、哦、都跟你不一样，他们都说啊非常的时期一定要用非常的手段，他们都不了解我们古语说啊，宁拆十座桥啊，不破啊一桩婚啊，桥断了还可以建啊，婚姻假如破裂了，破镜怎么样，很难重圆啊，那碎片捡起来都合不进，合不回去了。好、哦，所以言语要怎么样谨慎啊，到时候你给他建议这样的男人就把他休了啊，不是这样的男人跟他离婚，到时候啊他意气用事离完后悔了，他三不五时打电话来，都是你害的，哇我看你这一辈子都怎么样，都会觉得很难受啊。又看到他的小孩，等他的小孩说都是你害的，哇你可能每天睡觉都怎么样，睡不好。所以我们与人交谈一定要抓住一个原则，而你抓住这个原则啊，你的朋友一定会把你当知己看。什么原则？只要跟朋友谈天，谈到家庭工作的事，一定让他自我啊反省。当你都引导他往自己身上找问题啊，那才能真正化解。而往往他在反省当中啊，情绪就能够平和下来。所以不管他有没有照你的话做，假如他没有照你的话做，一段时间之后他会说，哦你讲的怎么样，很对。假如他真正有照你的话去做，他会啊到你面前来怎么样，哎呀谢谢你让我啊没有意气用事，甚至于他的太太也来怎么样，谢谢你都有可能。所以我们抓住这个原则，因为人与人在言谈啊往往很容易受情绪感染，情绪影响，但是可要切记啊，不可听啊片面之词，不可听一面之词。你相不相信夫妻吵架啊讲出来的版本几乎是什么，完全两边，那谁对，谁对啊，一定有一个事实真相吧，
所以人往往啊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啊看事情，所以你不能听先生这么讲，你就被先生的话言语呢给你影响了，就对啊，另外他的太太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这样就失去客观。所以你听归听，也要从中啊去分辨哪一些话是对的，哪一些话是错的，然后在叙述当中你就告诉他，那你太太这样是结果，那原因在哪里？这句话好不好用？他才会冷静啊，是吧？他太太今天发脾气可能只是导火线啊，那一股怨气已经积累了多久了他都不知道啊，他只在那里气半天，他怎么可以骂我？他不了解这一口气背后已经凝聚了多久的能量，是吧？所以你这么引导他，原因在哪？他才能设身处地啊，为对方着想。所以以和啊为贵啊，与人交谈绝对不可再制造纷争，制造纠纷。好，所以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勿宁搅。所以事实如此啊，我们就直接讲出来，绝对不可以啊再去找借口，绝对不可以啊再去掩过是非。所以当比方说我们答应爸爸答应妈妈买什么东西，结果一进门妈妈说酱油呢，我们一定要马上怎么样啊，对不起我错了，那个我错了好不好讲？好讲啊，你酒没讲哦就很难讲。所以呢只要我们有过失了，没有守信了，一定要当场怎么样道歉，对方也会觉得比较能接受。假如这个时候你又说哎呦我最近很忙啊，又忙什么忙什么，还解释一大堆，越解释人家心里怎么样越不舒服。好，所以唯其事啊勿宁巧，坚巧语会污词，事景气啊切戒之。所以言语啊是人与人之间互动频繁最多的，所以言谈假如能够非常文雅，那在无形当中交谈当中都会提升一个人的什么气质修养。好，诸位朋友有没有感觉我们这几天的气质特别好？所以啊磁场很重要，环境啊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把家庭啊言语的气氛经营成什么样啊自己要很清楚。所以当为人长者为人父母，甚至于你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你在言谈当中不急不徐，你在言谈当中都是给人鼓励给人称赞给人利益给人智慧，那相信呢，你这个家跟你这个团体这个企业啊一定会受到上行下效的效果。所以啊我们不要太担忧，常常都说哦，外面污染这么多，你只要把大本营怎么样先守好，情况就不至于啊太糟了，那往后呢又可以在家里面常常放杨淑芬老师讲的弟子规，然后放这些啊圣贤人讲经的弟子规，这样就会啊潜移默化。好，那这一节课先上到这边，谢谢。